新兵进行曲。另一半劈腿的现象，还不会对另一半挑三拣四，有没有？哎呀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有蒙拉跟 Seiko， 然后又抓鱼。哦，谁蒙拉跟 Seiko？ 谁？蒙拉跟 Seiko 是一句话，不是谁。是有影响的。小心！爆炸之后，这所有的刮胡泡都炸在你脸上。哎呀！哇！首先介绍我们的彤彤的可爱的小优，以及林道远。紧接着介绍我们的元浩的，有我们的元浩、美艳人气 Vicky 以及艾哲。超级一点通游戏规则：一人照图卡提示，在时间内进行答题，答对即得分，必须答；答错换对方猜题。各位加油喽！各位，又到了我们今天超级一点通的单元。没错，这个单元非常受到大家的回响，是的，非常开心。真的，很多人因为艾辰不在我这一队，大家非常的担心吗？任何人讲这句话，我都不会伤心，但是你讲我，你要哭了，落泪，落泪，落泪，够了，够了。如果你是个好的演员，你就要落泪，落泪。太久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呢，是我们的益智题。在我们游戏开始进行之前，先把我们的许愿卡拿出来。两队，请许下您的愿望。今天两队到底会许下什么样子的愿望呢？又是哪一队可以让我们帮助他完成愿望呢？好了吗？感觉这一家和乐融融哈。对啊。妈妈，妈妈，小孩。大姐姐，带两个小孩，请注意看到我们的第一题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第一题的提示，请打开。好，口大口心，口大。十五、十四、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九、八、回吗？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二，时间到，电视机前面所有观众朋友，来，我一二三哦，一、二、三，请翻。其实我们刚才差点卡住，写了一个卡关呢，自己造了一个字。中间这个字是什么啊？我的天！这是我写的。哎，其实我们请看正确答案。耶！真的就是嗯，有没有看到？而且呢？吗？人气第一次还要有热身体。对，我们现在使用操作的程序是对国小的学生。紧接着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的提示是什么。二大千八，千八，二大千八，十五，十四。跟什么有关啊？十一秒了。什么？没有这个。喂，你好难哦！请公布答案。什么东西啊？乱了，这写的什么乱七八糟？哭吗？超级一点通激发艺人想象力，瞎到爆、扯到翻的答案即将出炉，保证让你笑破肚皮。公布答案。不像，不可以再写了啦！那你都写的什么乱七八糟？二大千八出现了一个夫，一个像是夫又多的戴了一顶鸭舌帽，一个和再加一个夫，和夫。喂，你们两个的夫，我们可以看成两个字哎，两个成于天呢。两队都没有答出来，我们请看正确。
确答案。行呢，我只能说，统统队比较接近一点点。对，这边我看到岩兰已经成为了一个涂鸦的比赛。哪有这么惨啊？没错，紧接着我们来到益智题的第三题了。好，各位，今天请把刚才的事情全部都忘掉。接下来的两题是一个崭新的开始，是它需要的是你敏锐的五官，是五官啊，五官，对，还有联想力，还有联想力，没错，好不好？我们要猜的是一个人人物，请看第一个提示，鱼，透明的鱼，两队彩琴抢答，啊，统统队。行啊，不一定知道、啊。请猜，他是男生女生？对，他是男的女的啦。女的。鱼美人。哎，你等一下猜错了之后，你知道我会猜什么？我会猜美人鱼。对。你说的，你对我就算了，好不好？你猜吧。鱼美人，对不对？请猜题。美人鱼啊，没有，我可以先问一个提示。他是古人还是现代人？古人。不要打。啊，算了，不要开，开第二个，开第二个，不要打了。好，是吧？好，我们请看第二个提示。太难了啦，哪有一个鱼的？啊？哦，这是贝吗？很漂亮吗？对，她漂亮吗？有比我漂亮吗？比你漂亮的很多的呢，比你漂亮很多。请问他是华人还是东方人还是西洋人？他是东方人。好，我们选最后一个。一二三，貂蝉。貂蝉。对，想来想去想到这个名字。因为我听说貂蝉很爱吃鱼，而且她也比她漂亮。貂蝉，对不对？刘老师，请作答。我觉得这个人呢，他一定是出生在渔村。渔村，因为他有抓啦，有蒙拉跟 C 口，然后又抓鱼。谁蒙拉跟 C 口？谁？蒙拉跟 C 口是一句话，不是谁。一定有人这样做啊！哎，有四大美女：王昭君、杨贵妃跟谁啊？王昭君、杨贵妃，刚刚你说貂蝉，西施，王昭君嘛，王昭君嘛，三，王昭君要二，对呀，他貂蝉都没有谁啊？王昭君，王昭君，对不对？王昭君对不对？好难哦，对啊，到底是谁？两队都没有猜出来，两个都是海里面的东西，是我们的联想力太差了吗？各位，我们来看第三个提示是什么？该不用海鲜吧？哎，是什么？破掉的心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两队，请抢答。哎，还是我猜林默娘好了啦。林默娘，林默娘，妈祖啊，妈祖啊，天命妈祖啊，因为他跟海有关系嘛，哎，真的哈，他一直在海边很伤心啊，那他就很伤心，打叉叉。你的好了，你的，哎呦，对，妈祖，在那破坏，在破坏的，对，他自己弄个渔获，对，他野心，你这一夜时阵就雄心没，跟大波浪。林默娘对不对？原来也不对啊，谁那么难啊？反正三个都猜过，我再猜一个西施。好，那你再猜猜西施。好，西施，西施。你怎么猜西施？你们又猜西施哦？哎，西施，西施。刚刚笑我。西施，为什么猜西施？没有，因为他心脏不好。西施心脏病，心脏不好啊，他心脏都贴药膏。所以有一个东西就会笑贫嘛，就学他心脏不好这样。西施。对不对？第一个，我们的这个提示是鱼；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贝类；第三个是心脏；第四个是鲨。我们的正确解答是西施。在这边告诉一下，为什么鱼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四大美女？这样四大美女。所以呢，这是其中一个。然后呢，为什么是贝类？传说吴国灭了以后，吴国人认为西施是造成国破家亡的妖孽，于是呢，将它放进这个皮带里面啊，沉到江底。皮带。后来呢？皮蛋。皮带。皮带不是皮蛋。我想说放进皮带，想说哇塞，古代这么先进，有皮蛋，这么
虽然我们有蔡伦造纸，但是用纸袋丢到江里面去，那个纸会破掉。那时候又没有塑胶袋，是不是只能用皮袋？是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对啦，用皮的袋子呢，把它呢丢到江里面去。后来呢，江中发现蛤蜊，人家就说那是西施的舌头。第三个提示，心脏。西施患有心脏病，为什么呢？他常常发作的时候呢，会呢捧心皱眉，对，皱眉，心脏不好，真的哎，他真的心脏不好。然后呢，杀西施的母亲靠纺织织布为生，所以西施呢将织好的布呢拿去洗干净呢，叫做碗纱，所以被称为西施碗纱。哦。正确的解答就是西施啦。西施应该想要考试里面读书没问题，今天来这边上课就对了，真的。上了一课。紧接着我们来到了第四题，我们请看第一个提示。强力戴普，强力戴普，直接就猜他了嘛。两队请作答。元浩队请作答，请问这是猜什么？猜什么？猜人，男生，海盗，哎，海盗，海盗嘛，哎，我也是想到这个，对，古代的吗？古代是人吗？是职业吧？古代，可是海盗是职业，对，海盗是职业，不是人。我知道了，强尼戴普呢，他是呢海盗现在最经典的电影，那就让我想到郑成功，他在明朝的时候也是海盗，所以我猜郑成功。你猜的好，让我惊喜哦，郑成功，各位，郑成功对不对？我今天真的是太厉害了！哎，你智商也太高了，太厉害了吧？然后我低估你了。我觉得以后他一个人比我本来要冷一对，我本来要猜郑和，哎，对啊。来，哇塞！我们第一个是强尼戴普，对，海盗。第二个提示，那一窟窿是剑井啊，剑井，剑井。第三个提示是虱目鱼。第四个提示是赤坎楼，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郑成功。好聪明啊！幸亏前面的朋友您猜对了吗？虱目鱼，郑成功登陆鹿耳门之后呢？对，附近的渔民贡献此鱼，郑成功问此鱼为何鱼？因为国语的什么鱼与萨巴鱼相近，而被渔民以讹传讹沿用至今，所以呢？特别赐名国姓鱼，所以萨巴鱼又叫做国姓鱼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又上了一课。第一回合益智连连看，向全国观众朋友公布一下两队的成绩。统统队得到的是五分，元浩队得到的是十分。哎呦，你这刚刚成绩拉回来了，拉回来了。这一队没有元浩真的没分了，真的。幸亏是我把海盗讲出来。我听他说海盗是个职业，我们重靠的人。我们真的是，其实我们是团队的，我们是团队。各位，他们两队的分数其实差距不大。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题，生活题。胜负的第二回合即将开战，请两队艺人按铃抢答来猜题，答对即得五分，并可续答，答错换对方猜题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!四题，眼明手快很重要，耳朵要注意听啦。没错，生活题第一题，网络票选最令人念念不忘的玩具，前五名。玩具，请抢答。昂啊彪，因为我小时候都有收集昂啊彪。昂啊彪有没有？昂啊彪是什么？我先猜的，我小时候第一次用红包买的玩具就是乐高，乐高，乐高啦，乐高有没有？啊！再来，我要猜姐姐的芭比娃娃。芭比，快乐，快乐！芭比娃娃有没有？哦，还有变形金刚，变形金刚。Transformer， 这什么卫星？好了，小朋友猜，变形金刚啊！好，为摆脱老鼠屎臭名的爱城，这变形金刚太那个太新了。Transformer， 这什么卫星？好了，小朋友猜，变形金刚啊！好，变形金刚有没有？同同队请作答。我知道了，什么吹泡泡？很多公园哦，吹泡泡有没有？第一名的呢？
哇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还有小汽车，应该陀螺吧？打陀螺，没错。对，打陀螺有没有？没有，很民俗的啦。水，那个气球装水，水球。丢水球有没有？哎呦！米姐，你不要出来，那听他的。有小孩有。你现在的小朋友在玩什么？就是芭比娃娃啊，小汽车有没有啊？遥控啊，小汽车。要不我猜一下，火柴小汽车，火柴和小汽车有没有？我们有机会了，四驱车。哎，有没有小时候啊？那个什么车？四驱风尚。四驱车，四驱车。现在还在播，拜托拜托啊！四驱车有没有？没有啦，我想起来，想起来，火柴车都没有，还有四驱车呢。两个都没答出来，我们请看正确答案是什么。啊，真的，悠悠球呢？它是每隔几年之后，它会席卷再来，对，会风靡很多小朋友。是，我们紧接着生活题来到了第二题，网络票选。察觉另一半劈腿的现象，前五名。不要那么急啦，我知道你可能很有经验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事，来，两队，请抢答。不明简讯，对，不明简讯，可能写什么老王，其实是女生。有奇怪的简讯有没有？还是八点九？哎呦！接下来什么手机关机？哦，对，常常打电话手机不通啊，因为对我之前男朋友都常关机，假装说没电。好，没有，不要等哦，勇敢伸手啊！手机关机啊，手机关机有没有？一定有吧？我们要给 Vicky 姐啦。接下来就出差了，理由很多啦，常常去什么台中啊、云林啊，常常出差有没有？哎，我真的没有。元浩队，那个请你坐一下哈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对，请说，七哥在看。就是啊，开始会对另一半挑三拣四，莫名其妙的挑三拣四有没有？哎呀，完全讲到挑三拣四，哇塞！来下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哎，你常对另外一半怎样？我没有啊。会开始打扮，爱打扮。哦，爱打扮。哎，哦，有可能哦。那会不会平常就爱打扮嘞？没有，就会突然喷一个什么香水啊？是。倒个热色，跟你讲说，我出去一下。去倒热色，就要穿阿玛尼西装。对，穿西装拿热色袋，然后倒很久之类的。突然爱打扮自己有没有？我在想，会不会是献殷勤，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必有诈，就是补偿心态。献殷勤，对，突然送你礼物有没有？不是，两队都没有答出来，请公布正确答案。忽然变得很冷淡，因为可能对你失去兴趣。对啦，朋友提醒你要小心。啊，这个也有，亲者自亲嘛，没错。所以如果你要劈腿，劝劈腿。就不要，好不好？不要这个样子，会让对方很伤心难。是的，正所谓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是的，紧接着我们来到了第三题。来，第三题，网友票选最容易让人昏头的状况前五名。哪一个昏？什么昏？是结婚的婚，请抢答。第一个一定是八豆抓起来啊！哎呦，先上车后补票。没错，女生开始有些东西不来了，有问题了，瞒不住了。哎，我觉得小妞在答这几题真的都用心在答。真的，她的经历了怀孕有没有？第一名呢，年纪大了。看到朋友结婚，我觉得也会昏头。看到朋友结婚吗？对。哦。朋友都结婚了，所以你也想结有没有？耶！第二名哎，我们这次就照顺序答。第三个来。第三个应该就是年纪大了，我觉得。就是你已经好想谈恋爱，想要。年纪到了有没有？耶！第三名
对，都被他猜到了。长辈催婚，爸爸妈妈长辈逼婚有没有？太惨了！掌声好厉害哦！这个一百年，对，很多是这种日子很好。我跟你讲，龙年也会有很多人要催婚，顺应时势是有没有？哎，没有，其实他们把这个东西想得太难了。爱情长跑已经够多年了，多年了，不结婚就是分手一途了。对对对，交往很久了，是不是？爱情长跑，交往很久，有没有？负责任嘛，是的。我们紧接着来到了第四题。第四题，网友票选最常用来拒绝电话推销员的方法前五名。哦，这我知道。拒绝，来，我来，请抢答。哦，我现在在开会。我现在正在开会，有没有？这一定有。在忙，在忙，在开会。那在开车算吗？开车算了。我的塞车有没有？第一个，我常会直接挂掉，直接挂断，有没有？哇，有那么多狠心的人。接下来这个是，喂，我听不太清楚。喂，收讯不好，小张收讯不好，有没有？我有插播，请拍谁？哇，插播不能接你的电话，有没有？我有，我有了。然后这一个最直接了断，不好意思，我不需要。对，很讲理。对，我不需要，有没有？这个电话不是我的。没事啊，你这是这个电话不是我的，对不起。这个手机不是我的，有没有？哎呦，结果我知道了。结果他明天要打来，怎么还是你？不是，还是我，我是另外一个人。不是我。请看正确答案是什么？哎呦，你打错，你太错了。其实爱情也是有道理，你打来说，哎，这手机不是我的，你打错了，你打错了。对啊，没有吧？接近，间接，这代表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不要骗人，直接告诉他你不需要。各位，第二回合跟全国观众朋友报告一下，第二回合两队的成绩，彤彤队得到的是45分，元浩队得到的是35分。加起来的总成绩，彤彤队得到的分数总共是50分，元浩队总共得到是45分。我们现在要来完成你们的愿望，请打开你们的愿望单。愿望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就是希望蜜缇姐可以帮小明刮胡子。传说中的小明，以前是吊着，现在是拿着的吗？而且就会伤到旁边的人呢。好久没见到他了呢，好可怕！但是我还是要送上这把刀，请你把它刮干净吧。请帮小明刮胡子。我先告诉你，如果你没有刮好，气球就会爆炸，爆炸之后，这所有的刮胡泡都会炸在你脸上。哎呦，有画面能看吗？我觉得那一瞬间超恐怖的。而且你要晓得一件事情哦，炸在你身，痛在躯壳心。真的，啊，好恐怖，真的很厉害，有病啊！好远的笑什么？是的，欢迎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超级一点通，里面学了很多的知识呢。